先去拉斯维加斯，然后再去洛杉矶，然后再去旧金山，然后转这么一圈回来。你看这刚出发就进山了，马上就来到了雪山脚下。如果我们去荒山野岭生存上个一周应该是可以的。茫茫雪原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雪山连绵，我们终于出发要去自驾游了。开心吗？开心。紧张吗？有点累。没事，你可以的，慢慢开哈。加个油。这个是一个叫什么 Mavic 的加油站，然后这边是有87号的油，太好了，加油。他家的这个油品还挺全的，从85、87、88、91都有，然后87是3块零一点点。行，可以，我们就叫87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快点，你别碰我。你确定可以混吗？可以，只要都不低于我们这个标准标号就行，都不低于87就行。就满了。啊、嗯。本来就还有挺多的嘛。不多了。一半。没有一半，续航只剩90公里。啊？续航只剩90公里。一半。有没有一半是吧？那他为什么就跳枪了呢？那就再加一次。像你自己判断满没满吗？他应该会有满了就自己跳了，看来可能是。管插得太深了还是怎么着？不错，这回才跳了，这回才正式满了。好吓人啊！拿枪的时候可以别对着我。这样可以23刀啊！这回加了7加仑，刚才2加仑，一共加了9加仑。我们现在前往的第一站呢，就是这个地方——拱门国家公园。我们前天刚刚装车牌的这个标志的地方。其实原本我们是计划去往加州的，我们原来想的是先去拉斯维加斯，然后再去洛杉矶，然后再去旧金山，然后转这么一圈回来。因为现在，加州那边还比较暖和，大概白天也就是个17、18度，不到20度。但是犹他这边呢，白天现在已经是零下了，然后晚上呢最冷能达到-10度。我们本来还想去暖和点的地方去玩一玩，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我们上次参加那个驾照考试不是没有通过吗？然后后面我们又没有约到其他的考点的考试，但是我们又不想再继续约那个中文的考点去考了。就是现在整个犹他只有那个中文的考点，它是可以随时约随时考的。就我们上次考的时候，我们是10点多的时候给他发短信问能不能今天约考试。我们本来想的是大概可以约个下午去考，但是他让我们11点半就过去。就是他这个当天约当天考，提前1个小时都能约都能考，这个还挺那什么的，挺方便的。但是我们也不想再去考了，然后其他的考点就都得提前1个月2个月去约。那也没办法了，那我们就等着圣诞节过完了回来再继续考吧。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去犹他的其他地方去逛一下玩一下。好在犹他呢也算是美国的一个旅游胜地，整个犹他有5座国家公园，是足够我们这个圣诞假期去玩了，去游玩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了，今天终于出发了。你看这刚出发就进山了，马上就来到了雪山脚下。你就在山？对，我们就在山里，也就我们那一片相对比较开阔，其他地方应该就都是这种山路了。这边还有风车呢，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跟你家也超像。啊，真的跟我家很像。看我们拉了满满一车的东西，有吃有喝有穿有用，尤其是铺盖，这里铺了厚厚的2层被子，然后还有睡袋，然后还有个大的羽绒被子，所以-10度我们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们还带了很多的食物，足够我们去荒山野岭生存上个一周应该是可以的。带了一周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而且这边圣诞节嘛，可能很多地方都要关门，
所以我们还是自己代购了足够的食物，别到时候买不到可就麻烦了。这就是犹他的美景已经尽收眼底，尽现眼前了，还真的是挺壮观挺漂亮的。什么？哪有？两个小一点吗？乌鸦，乌鸦。哦。乌鸦。雪原，茫茫雪原。哎呀，看得我都想家了。我家现在应该也是这个场景。我们这次自驾游的费用可以说是由雪原他们学校亲情赞助，是吧？就能想到呢，前两天他们学校给他们发了一个年终奖，每人发了1000到1000美金，我的天！他在这儿上学，第一个学期上了4个月了，没有给学校交一分钱，然后学期结束，学校还给他发了1000的年终奖，我是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的，学校可太好。就少花点，剩下的钱就留着下个学期交学费，好好学习。这个钱是我们项目给的，就是我们诊所平时会做咨询兼来访嘛，他们也会要收费，所以这些钱我们平时就都捐给我们诊所。然后这么年终结余了很多，他们就说想要支持一下学生，就发给我们用来交学费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学校发的，是等于你们的学院、你们的项目。对，项目。1000美金也是够多的了。大家都很开心。是所有学生都发吗？就我们专业的。所有研究生。对，硕士。还有博士，每人都是这个金额都是一样吗？对。都是1000刀。太好了，这大学上的太让人羡慕了。我也跟着沾光了。茫茫荒野，那会儿我还觉得是阳光明媚呢，这会儿我已经觉得是阳光毒辣了，晒得我的脸都发烫了，而且还挡不住这个遮阳板。阳光真的是太明媚了，太毒辣了，哎，看看。休息区，在这儿上个厕所，看一个夕阳，太阳马上要落山了。它这边有棵树上，它全是麻雀，搁这叽叽喳喳的。这棵树上也是。先到这个亭子上面看个夕阳。日落余晖，光芒万丈。还是挺晃眼的，这边是一马平川。
像这个服务区这里还专门建了一些这样的亭子，可以让你休息观景的。还这个牌子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烧烤吗？还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估计就是让你放东西的。上个厕所出来，太阳已经完全落下了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温度已经急剧的下降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旅游区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对，现在在这儿，就在这一片就是孔门公园。哦，我们马上就到它跟前了，还差一点。这是孔门公园，这是那个另外一个公园。哦，它俩挨着。对。然后这边这就是犹他的一些自然风光。